撇个炸弹给你们。咻！吧！哈哈哈！老鳄鱼被炸死了吧？老鳄鱼，大西瓜，大西瓜，大西瓜，你这犯罪！大西瓜，你也丢我！快走！给你一脚！这鳄鱼是不是搁这装的？鳄鱼是不是装的？鳄鱼装，那你装，你就是欠扔，我看。大西瓜，我劝你赶紧把我放下，大西瓜，因为你肯定是不好使。大西瓜，赶紧拿一个这个棒子啊！这棒子一拿，我们可起飞了，兄弟们。先拿个棒子，好，我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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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那啥了，没有体力了。老鳄鱼，你等着啊，老鳄鱼，你这么远，你想给我拖走？你敢，简直是在开玩笑，你是在。哎呀，老鳄鱼，阿义，我不想办你，阿义，我跟你说，阿义，我根本我就不想办你，阿义，你不要逼我，我不打粉丝，我跟你说，但是你就非得要引我，我也没办法，给我撇了，我救你一命，阿义，哈，哎呀，阿义，你给我下去吧，你还有谁？这还没吃鸡儿呢，吃鸡儿呢。我回个回手掏。哎呀，我操，阿姨。哎，你放下来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啊。小张快乐无双，小张，小张。好，我在给你戴皇冠啊，他们说生日快乐。小张，我跟你说，小张，咱俩没完，小张，你看让人撇去了吧，让人撇了吧，死了吧，小张。我昨天几点睡的觉？昨天八点。你快点下来吧，你就别跟人打，别在这等上待着了，你老在这上待着有什么用，有什么用，最后不还是让我吃鸡儿吗？下来吧，快下来吧。你这你不下来，你说也没有什么用，这皮揣着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游戏里边最没有用的东西，它只能把人给粘上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用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创建一个皮揣着这种东西，只能给人堵堵，就是把这口，你只能把人给揣住，就没有任何用处。他这个招财猫可以啊，这小子搁这，你别撇他，他都死了，他要没死，他早就上来了。大西瓜又在这装大西瓜，哎呦，我有个人拿了个棒棒糖，锤！这猫死了吧？没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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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锤他，抡他！好，这大犀牛！哎，阿义呀！哎呀，他被什么给打倒了？啊，毒死了，可能是这大牛奶，这大犀牛怎么往毒里头跑呢？我觉得这一波小狗应该是赢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小狗应该是赢了，你瞅这个样子呀，这猫没死，谁赢了？阿义赢了，阿义，那个粉色的小鳄鱼啊，你别让我找着你，我给你一脚，哎呦我去，放给我，放给我，哎呀，
不行，兄弟们，人太多了，这。我都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不是，这怎么死的这么快呀、啊？这是上来就给我打死了，我啥也没干，给我打死了。那个猫应该也死了，那猫没死，早就起来了，全都死了。因为我被打了，我被打那不应该死啊，我这么脆吗？就剩仨了，这把迅猛结束了，地上的全死了，又剩阿义了。不行，一会儿我们不能找到那个粉色的那鳄鱼了，那粉色的那个鳄鱼吧，他有点厉害，稍微有点厉害。好，阿义使用了一个飞踢，小狗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使用了一波狗刨乱拳，现在他就拿起棒棒糖，一个抡没抡到，又一个抡又没抡到，又一个抡到鳄鱼的脑袋了，鳄鱼死了。十七 cloud 被手撕了，十七 cloud 被锤死了。这个小狗有点东西啊，这小狗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鳄鱼给他杀了，打死这鳄鱼！哎，别怼我！看来我不拿个炸弹给你们撇那边就是不行了。我这一看呢，谁也别跟我来啊！我有个地雷！哈哈哈哈！他跑地雷旁边，让地雷炸飞了。我看人呢，搁那儿呢。哈哈。哎哎，偷袭我阿义啊，偷袭我阿义，捡东西是吧啊，捡东西，还捡东西，我下去啊，他怎么起来给我一个踢，我在他屁股后边他也能踢着我，这是怎么踢着的呀？不会吧，这超级大西瓜又赢了，嗨呀，我给你有，嗨，先把这小子给我，俺俩都别活了，俺俩都别活了，谁也别活，这谁也别活，好，他下来了，谁也别活，我告诉你，咱俩谁也别活下去。兄弟们，我已经为你们解决了一个人。但是这样我的游戏体验不行啊。下一波我决定我不锤他了。下一波我换个人啊，换个人。我不能再跟他这样玩了。我跟他再这样玩了，我们这是吃鸡儿就没了。我这一波鸡儿就没了。我的吃鸡儿的愿望就没了。这犀牛，右边那个猫在那躺着呢，右边那个猫在那装呢，快去把它撇了。哎呀，右边那个人起来了，是我就拿这个大棒棒糖开始抡。哎呀，感觉他好像这个有点残疾，好像有点残疾。我觉得阿义赢了，最好还是小黑恶势力赢，对，最好还是小黑赢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小黑没有皇冠，小黑又来个皇冠，呀，被踹死了！快跑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这波我们先跑，哎，我们让那个老鳄鱼啊先找不到我们，让他在底下先玩一会儿，看着吗？哎哎，这就对了，好，让他们先打一会儿啊，
这鳄鱼如果先死了的话，这鳄鱼上来找我来了。鳄鱼想上来找我，小伙子你。对，阿姨把他撇下去，阿姨。好，阿姨。小伙子你还想上来呀，你跟我在这开玩喜呢吧，我在上面你还想上来，你给我下去。嘿嘿嘿，我天哪，还要爬，还要往上爬。我在上面呢，你还想上来，简直是在跟我开玩笑。我们准备下去了啊，我们准备下去了，兄弟们准备要下去了啊。完了，又是我们俩先掉下去了啊。这玩意儿有点控制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就往下滑。小张，小张快乐无双，小张，俺俩解除误会，行不行？啊，俺俩误会解除，好吧？不要让仇恨蒙蔽了双眼啊！下一波我不打你，你也别打我，俺们俩正常玩啊，行不行？哎，下一波啊，咱俩好好玩，哎，咱俩也别是咋地的，别老有仇恨啊，行不行？那鳄鱼要上来了，快把他踢下去！那鳄鱼打着鳄鱼，鳄鱼上来了，鳄鱼，哎，对。小张啊，小张，小张，好，小张，你别打我，我也不打你，俺俩误会解除。我上来先撇一个，这又啥呀？这咋又踹着了呢？这不应该呀，这怎么踹着我的呀？这是，我好难受啊！这也能踹着我？我马上给他撇去，这小子一个踢把我踢下去了。哎呀啊！我感觉小张这把要吃鸡儿，兄弟们，我觉得小张这一波应该是吃鸡儿了，小张。小张应该是把他们给拿下了，这怎么看血量？这游戏没有血量，死不死完全看运气，我觉得。这个双截棍狠呐，哎呦我狠呐！小黑，我也得拿个皇冠了啊！我得拿个皇冠了。我上来先踹倒一个犀牛。你，那你可恶！哎呦，我差点我就死了。我先把这犀牛给他撇下去，耶，省着他妨碍我啊！我们先跑一波，别急啊，先跑一波。这小狗犯病了，我给你一脚。老鳄鱼，哼，哎，谁也别活！我操！
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这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这样啊，千万别这样，千万不能这样啊，兄弟们，千万别这样，千万不能跟我们一样啊，这属于反面教材啊。小张，我们还是不结仇啊，小张，小张，我们不结仇，小张。你撇我一波，我撇你一波，对不对？俺俩算是五五开。怎么五开扯平了？这个小猫。好，看看他们仨到底谁能赢。小狗应该是死了，小狗死了。呀，那大西瓜居然没死，大西瓜装死，大西瓜。大西瓜居然还去拿东西，大西瓜，大西瓜在那得转圈儿。现在大西瓜不知道怎么拿这个钢锹，他把钢锹撇了。好，现在他要跟17 Cloud 锤一锤。17 Cloud 用了一记头锤把他给锤晕。左边那人没死呢，那鳄鱼。加油，17 Cloud！ 这里就你没有皇冠，17 Cloud！ 老公，你今天抽奖，你还不如两天抽飞机呢。嗯。阿义获得了胜利。